小鬼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找我。打之前我先跟你说清楚，比赛的时候有什么意外我们都不负责任，安排好的比赛不可以临时退出，否则的话就是违约。没问题，就把它签了。定了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原来还是个小孩。谁跟你说我是小孩？说好的费用没问题吧？都写在设议项目。等一下，张峰，这合同这玩意儿不能随便签啊，万一是个卖身契呢咋整啊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哎呀妈呀，你一出门我就跟着你了，我要不及时赶到啊，你让人卖了都不知道。看来你挺关心你的朋友，我挺欣赏有义气的年轻人，但是你可别误会，我们这里是有执照的，不会签那些什么阴阳合同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瞅你这整的跟个假如不相信我也要相信你的兄弟，你看他，他的实力有目共睹，我是欣赏他才给他这个机会。要记住哦，这个世界上千里马很多，伯乐却没几个。如果你觉得我这间庙太小的话，那对不起。张万峰，确定权就在你手上。我的那个拳赛开始了，你同内功啊，慢慢研究吧。你搁这整啥幺蛾子呢？你可别误入歧途啊！你刚没听到吗？这是真正的比赛，靠本事，懂吗？我发现你小子，你这主意挺正啊！你咋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？王虎，其实那天你爸有些话确实点醒了我。我应该靠自己的实力去讨生活，而不是一切都靠别人给。我爸呀，哎呦我的天哪！我爸嘴一天净搁那跑火车，好的不说，净说坏的。你可别听他叭叭了，哎，那你搁这儿能有啥发展呢？你不叫同类分子吗？你这是地界罗道士，说通就被通了，一点机会都不留给我。我总是嘴上说自己很强，但我却很少实战过。就像我跟你爸打游戏，与人交手，跟自己练习完全是两回事。刚好这里有人赏识我，他们不会看实力以外的东西，反而给我机会展现自己，让我有机会实现最强男人这个梦想，同时还有一份收入，让我可以过得更有尊严，难道不好吗？说是这么说，但是你万一被打坏了咋整？你不用担心啊，如果真的输在这里，让我看到了差距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。你看我们身边的兄弟，小赛、小贵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，而且做的都还不错哎。反而我这个老大，天天伸手从卧室门口拿别人的一份饭，相比起来，我真的逊爆了。哎，你不是也打过工吗？凡事靠自己的感觉，还不错吧？是，自己赚钱自己花，这种感觉确实挺爽。但是我总觉得吧，你搁这儿赚钱有点危险啊。哎，我觉得真正的好兄弟，不是一味的支持对方去做对的事，有时候明明知道对方想做的不一定是对的，但就是无条件力挺呢。对方做的不一定是对的，我还无条件力挺你，那不行。真正的好兄弟就是你做错了，我得帮你改过来。我去帮你看合同吧。哎，这个钱得当天结啊，不能刷卡，必须现金，
乙方因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参加比赛，需提前10天提出来。那万一你临时在学校有事儿呢？啊，若非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参加别的比赛。你这个也得改，万一他以后咱参加柔道比赛，对不对？哎呦我去，你也就认识我这个兄弟吧。我家以前做生意的，我这老会看合同，这都得改。各位观众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右手边红的选手初次出道，但实力不容忽视，号称要成为地标最强男人的柔道选手张文峰。男生右手边的选手是一位重量级的选手，初次出道6战6胜，人称赛场绞肉机，并每次都是以 KO 去终结对手，并以分手摧毁爱情的男人三哥。加油啊！老板看到你的，一定会赢的。加油！比赛即将开始啊，大家赶快下注啦！嚟啊，落注啦！嗰个靓仔啲，我不买佢。唔系喎，嗰边嗰个大只啲，我俾人拣佢啦。选手入场。好，第一回合比赛开始。是他吗？我的，打！我的，这可是什么呢？你也不是回答不客气吗？他不在这儿了。是吧？在学校打打就得了，那在这儿你只有就挨揍的份儿啊！好啊，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真正的实力。你少在这吹，你赶紧出来回家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要不是佳怡发现了，一会儿让人干怨去。对啊，这感觉好危险哦，而且那个人感觉很厉害，我们走吧。要打赌吗？我一定会赢。赌，我赌对面的大哥，赌啥？我们谁输了，就要满足对方一个要求，不能拒绝。一言为定，来。美美，你怎么打起赌来了？不是说要劝他的吗？看来你这能劝住吗？再说打赌为了什么？我要让你们看看，最强男人是什么样子。加油，加油！来，一回合开始。Come on!
受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不要说太明显。你们刚有看到吗？我把那角楼机打的。你可以啊，你今天算展现实力了。之前跟我那个是不是啊，给我留手了？你可拉倒吧，估计那角楼机今天是没吃饱。我觉得比赛感觉怪怪的，以后还是别去了，感觉好危险。危险什么？你刚没看到吗？他不遇到我才危险吧。哎，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啊，你俩是不是打赌了、啊、嘴咋那么欠呢？你不说是不是就忘了？我怎么可能忘了？你看，行了，愿赌服输，有啥要求尽管说。你干啥呢？咋的了？要不改天吧，我再想想。完蛋！你咋这么磨叽呢？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欠别人的，要么现在说，过了今天就作废。哎哎，好啊。我想要有一张单独跟你的合照。啥玩意？不拍。哎，愿赌服输嘛，我帮你们拍。就是。来，加一帮拍一个。三二一。挺好。我不跟你拍。不用我。哎。哎。你能知道我。哎。看一下刚拍的，请你。哎，干啥？要保密。放心吧。这棋真乃绝绝子。回来了。哎，小芳，这脸怎么了？你干啥去了？没事啊。小兔崽子，你是不是领打架去了？那你可不打死你！这我都多长时间不打架了？我去找大梅子去了，不信给他打电话呀！我俩楼下碰见的，我哪知道他干啥去了？从今天开始，我每个月会给你生活费和房租。你这个钱哪来的？我自己挣的。哎，哎，你肯定知道，说。钱哪来的？哎呀，干啥玩意儿能赚这么多钱呢？张文峰，你告诉我，干啥能赚这么多钱呢？喂，还 OK 啊？怎么了？张文峰，站住！张文峰，
道你知不知道？你打你爸会遭雷劈的。他非要打，关我屁事啊！你咋这么没有人情味呢？赶紧给我回去，跟你爸道个歉。不，你就说，你认识我这么长时间，我有没有害过你？那是你爸，赶紧给我回去，跟你爸道个歉。走，这他不是我爸，自己活该啊！你他妈说什么胡话呢？不告诉你不要乱讲啊！你他妈是不是给你脸？我就不明白你了，你耳根咋这么硬呢？搁这犟啥劲儿呢？你的家庭很幸福，所以你不会明白。你都经历啥了？这么多年一直过不去。真心教训你，跟我记住，下一次你再动我的孩子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，野孩子。老实看，小波，你知道？我那时候多么渴望得到他的保护。Macao Macao，如果你打赢的话，你就是这里最新的拳王。江梦峰那小子还真的以为自己是地表最强，碰他希望你今天晚上能狠狠的捞一笔，等着收钱吧。不就是一个过气选手吗？轻松了。好，非常好。张峰，这比赛咱不能打，跟我走。哎，你疯了？观众都已经入场了。你真以为你之前比赛是靠实力赢的？都是这帮人幕后操纵的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比赛你指定是赢不了，外边所有观众都买你赢，你要是赢了，他们这些庄家就都得输钱，这就是场赌局，是不是傻？本来是让你全力打一场，让你输得真实一点，现在没这个必要，我就直接跟你摊牌，你这个兄弟挺聪明。那我之前赢的比赛全都假的？你以为这里是奥运会？无所了，这是生意。拒绝出场。你不是缺钱吗？啊，你能出去打，这些钱就是你的。我不打。我不记得，这里是我的地盘。
该你上场了，不要让观众们等。同样的话还要我说几次啊？小鬼，你觉得你今天不倒，你能出去吗？我要是偏不呢？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你讲多次。不打。上台。哎，不要。来，好说一遍。哎，大哥，我这个兄弟比较刚烈，你让我劝劝他呗。大哥，你看你这么有实力，我俩肯定插翅难逃啊！给我两分钟，我劝劝他。好，两分钟。我不可能。你表弟啊，哎呀，跟老港片一模一样啊！喂，胡，啥？小鹏出事了？那你慢点说。啥决赛呀？哎，还行，我马上过去。谁呀、啊？这是我林盘，你是来干啥的？我是来带我的儿子回去的。我不管你是谁，签了合同就给我打，搞我生意，不怪我们怕黑。那合同里面根本就没有说，打下去。闹事了！哎。走啊！法治社会变成个屠宰场。大兄弟，我看你是个明白事的人，打架成本太高了。打赢了金牌就说，打输了金牌就是不是？我再说一次，我是来带我的儿子回去的。还有，我的年纪也大了，我不会跟你动手的。随便你们要怎么样，都从头来。好，我只是想把我的儿子带回去。我打！是。我今天也不想计较太多了啊，我只是想带我的儿子离开这里。阿虎，走。老公，阿龙啊，不要把事情搞大了。好。阿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亏你来得及时。龙哥，我们上班去了。去吧。你说的自食其力，就是来这种地方啊？你是安怎了？头壳歹去哦？对了，我就是头壳歹去。
位的。刘哥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你不是说我是你下边人？被你家住这么长时间啊，我可一直在上边呢。说什么？走啊！你爸送给我一个口琴，还是给你的。你爸这人其实挺好的，就是不太善于表达自己。其实他对你心里一直都有愧疚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。你爸也蛮好的，你还记不记得多久没有和他一起通宵打游戏了？嗨，打啥游戏呀、啊？小孩玩的。我现在都多大了？我觉得你爸就像个大小孩，看着很嫌弃你，但其实他真的很希望你多陪陪他。听没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？你看天上星星闪呀闪，就跟眨眼睛似的。因为每一个要出生的小孩啊，就趴在上面选自己的爹妈，他瞅谁顺眼，他就跑谁家里去。这个说法还蛮有趣的。所以说呀、啊，
这么两个老家伙是咱们自己选的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我怎么选的我这么爸，什么玩意儿。后来一想，还真得是我爸，不能是别人。我就觉得赚钱太累了，我从小我爸这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长大，也挺不容易。我爸是真行。我也没有想过真的在社会上遇到危险，除了挨打居然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但我爸一出现居然就这样搞定了。我真的是逊毙啊，在他面前我还一直扬言说要做最强的男人，他一觉得我是个傻子吧。像啥傻子啊，自己的孩子有想法有目标他高兴还来不及。我跟你说，自己生出来的孩子哪怕是个傻子他都认为是最聪明。有道理。哎，王虎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说我？什么觉得呀？就是说你，你靠！哎，你跟我撕吧，是不是？哎，上班了！我今天真的是把所有的碎事都经历了一遍。先是仅有的社员又要退出，再来就是看到昔日的队友出现在篮球社。接着被土豆生的王八蛋嘲笑，最后还莫名其妙的被韩梅梅训了一顿，真是够倒霉的。哎呀，那大梅子就那种臭脾气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别放在心上啊。我现在最放不下的还是我们罗道生，真的没有想到以前一起训练过的队友说走就走，真的把他们当兄弟。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对柔道社没有感情的。对啊，说不定被篮球社利用而已。是啊，没事拿风哥还有我在呢。以前遇到过再多的困难都没有怎样，但是现在兄弟们都散了，说实在的真的有点难过。没事儿啊，风，你看着海浪呗，它有浪尖也有浪尾，你现在啊就是在浪尾，别着急，坚持住，过段时间你又跑到浪尖上去了。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还蛮会安慰人的。但是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，想到罗道社重新振作怕是难了。哎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，如果这是一个青春校园片，画面里明明是五个人，咋就孤家寡人了？那小赛不是人呐，小贵不是人呐，小健健不是人呐，我不是人呐。严谢气，你张文峰虽然现在一无所有，但并不代表你一无是处啊。王虎这次用成语用得非常好，峰哥，听你。没事。叔叔拿，东明狂门仔拿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呀，还没到放弃的时候。如果有一天你跟我说你怂了，不行了，我王虎都瞧不起你。放心好了，我张文峰可还是那个最强的男人，是不会轻易认怂的。上劲儿了，上劲儿了啊！我现在把你这死书拍下来，传给那帮东北哥们儿，他们肯定以为啊，你又拍偶像剧呢。
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跟大家一样，成为柔道社的正式成员。希望你能珍惜这间道府。成员呐、啊，我都当了代理社长这么长时间了，咋还给我贬成成员了？哎，我过去那黑带呢？王虎，你的条件是难得一遇的柔道人才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倾尽所有，传授柔道技术给你。希望我们能一起披上新华战袍，并肩作战。去年我们学校在决赛输给了一个叫江直树的家伙。谁输的？我。今年有你的加入，我们一定可以一起站在新华中学的顶点的。一天老顶点顶点什么玩意儿？爬那么高不累呀、啊？再说了，这专业的我也不行啊。哎，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啊？你知道什么是柔道吗？就俩人摔呗，谁先把谁摔服了，谁就赢了。柔的意思就是把对方的力量成为自己的优势，道则是一种精神上的修炼。在柔道比赛中，不管你之前如何落后，只要你能坚持下来，就能以一本机会获胜。我这本书在说他昨天的比赛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总之，柔道是一项真正男人运动。你可拉倒，中国女子柔道队也很强，拿了很多奥运会金牌。你不看奥运会啊？这个不过也是，这帮女的可比一般男的猛多了。好啊好，赶快换上道服，我们要训练了。那这大爷你给我换个色。不行，刚进来就是白色的。他俩一个蓝一个绿，我不比他俩强啊！你给我换个色。不行，换一个。不行，那我不练。你要什么颜色？别担心了，小赛这么做对他而言也许是最好的方式。也许吧，至少他勇敢地去承担了后果。你说大人的世界究竟是啥样的？大概是为了生活而忙碌吧。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烦恼，他们应该都有自己想要去守护的东西吧。嗯，人越大，肩上背负的责任就越多。你算很幸福的小孩了吧？像小赛、小贵他们那样，被生活一直逼着他们长大，不允许他们做梦。你说，像小孩一样无忧无虑、什么都不想是幸福吗？还是像大人一样有自己明确的目标，这样是幸福。谁知道啊？你喜欢哪一种？我也没想好。但是你觉不觉得，最近跟勃艮第的人打赌，每天黑灯下午的读书，跟打了鸡血似的，这种感觉好像挺对的。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感觉到，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努力，这种感觉挺好的。你以前吧，一说自己要成为最强的男人，我就觉得你特别二。但是现在呢，有了自己的目标，为了打赢这场赌去努力，我就越来越有干劲。哎，虽然我一直说自己是最强的男人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以后到底该干嘛。什么样的男人才是最强的？赚很多钱吗？还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。说实在的，我也该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。我也想要有自己的目标。哎，你有什么目标？你要做最强的男人，那我就做最强的医生。你腿被别人打折了，我就给你接上。喂，你那么说挺好的，说真的啊，开玩笑呢。那就最强建筑师。或者最强消防员，要不就最强健身教练。我还没想好。哎，可以的啦，这几天看到你的状态确实是相信你以前是不学，真的认真起来成绩未必会差。那必须的。哎，干啥玩意儿？吓我一跳！最近压力那么大，
释放一下、哦。哎！哎呀，今天这风景是真好。干嘛？哎，这个是我们的班长贾布斯。哎妈，刚开始入学的时候老烦他了，就不烦别人。他最大的特点吧，就是猥琐。但现在呢，我发现他人挺好。哎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吧。这是我的好同桌李建刚，也叫小健健。萨迪卡。他说他是李世民的后代啊。哎，这个是号称最强男人的张文芳，你峰哥啊，号称新华中学的顶点。哎，咱俩是不是好哥们？那必须是啊。那我那句流星花园台词你给我录了呗。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啥？来，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？我怎么比你黑这么多呢？这个是我的小贵，罗小贵，外号小鬼啊，山寨周渝民，本地木村拓哉啊。哎呀，你这个是。对对对。这个是我老妹儿，漂亮的沈佳宜啊。哎呀，哎，这怎么我一叫老妹儿你就出现呢？又喊妹儿，哎行，你就不用录了，你就不用录，咱俩都认熟了是吧？我是喊妹妹，你都认识，都认识，都知道了。去了还不回来呢，不让我们去看看吧。走吧，这玩意儿太磨叽了。你确定是这里吗？这附近就只有这一家餐厅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韩梅梅，你干啥呢？让你叫他们回来，你咋还坐下了呢？等着上菜呢。我发现现在怎么变这么梗呢？你眼睛咋的了？你搁这曲面啥呢？要我说，你们这些人啊，一点都不懂事儿。人大巴车司机着急下班，等着回家跟老婆孩子吃饭呢。都散了啊，赶紧走啊！走啊，佳怡你也走啊，跟我走。
去哪儿？这些东西都给我交出来！你瞅啥？你东西交出来没有啊？哎，没问题啊，百分之百配合，只要别伤害我和兄弟们就行。但是这年头吧，谁出门还带现金呢？要不这样啊，咱俩呢加个微信，回头我微信转给你。也行，我扫你扫我，都可以。你是不是傻？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职业吗？你还加人家微信，你怎么不点朋友圈呢你、啊、大哥，你以为我真傻呀？我是打算拿小号加他来的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，对不对？行呗，我再信你一回。哎，我真想弄死你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混蛋。大哥，他是你表弟，你要弄死他了，你妈会伤心的。第几次了？我问你，这是第几次了？啊，之前去抢当铺，你就加人家钱财的微信，我让你去关卷帘门。你呢？你给我安报警器。我让你去给我弄辆车，你连油都不给我加。最可气的是，我让你买丝袜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给我买个裤袜。没伤你战士吗？大哥，别生气啊。消消气，抽抽根烟消消气，来消消气。哦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我大哥。他是你亲表弟，你要是弄死他，姨妈会伤心的。什么姨妈？他还不如人家阿强呢。阿强虽然是个哑巴，但他脑子不进水呀。我这大哥，大哥，冷静一下啊！别打我，我非得打死我爸不可。喂，小子，你家里干什么的？买灵骨塔。嘿，你小王八蛋，不老实是吧？我砍死你！哎哎，大哥，他没骗你，他家真是卖灵骨塔的。还卖蜡烛和纸钱，干白活的。咦，晦气。那你家干啥的？我家开澡堂子的。哦，那算了。哎，啥意思啊？没瞧起我呀、啊？他连问都没问。小妹儿，你看我们干劫匪的，平时都是劫财，今儿我劫个色，不过分。你给我滚！你拿我长相说事儿，我砍你！住手！放开那女孩，有事冲我来。贾主任，你一个人冲进来干嘛？这不是白白送死吗？你们后面还有多少人？能不能一起进来？一个一个来，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我？万一跟陆老师说好，我如果十分钟以后没有回去的话，他就会报警，而且。我接触过心理学，我可以先跟他们谈判，谈判如果成功了，我们就没事了。你还懂心理学？看什么看啊？先生，我可以跟你聊聊吗？
犊子晚上给我绑的是真紧啊！哎，这两个人比较好对付，我们一定要找好时机动手。可是他们手里都拿着东西呢。没办法，总不能在这里等死啊！哎，我之前在电视上看见一个方法，用鞋带就可以把这种塑料手铐给解开，我教你啊。你帮我把这个从这儿穿进来，对，帮我拉一下，再这里，从这里拉，拉住，到门面，来，往下放，往这边，对。大哥呢，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，进去里边随便挑个人，把他手给剁下。那群人怎么办啊？是啊，有点不讲义气啊。可是你们回去有什么用？人手里有枪。我有办法。我懂你。快，你们从后边走，快，悄悄，悄悄，佳怡，快，我不走。燕子，快走吧。放心，快去去去去去。去去走，快点，快点！阿强，阿强，搞定没有啊？你搞定，你说个话呗。哎妈，哑巴。阿飞，嗯，剁个手需要这么久吗？过去看看。嗯。哎，别动！哎，把我们同学放了，要不然没表弟不客气。五两下了。站住！干嘛？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把俺表弟杀了。其他人呢？走了。那你们为什么要留下来？我们不能丢下他们。还挺讲义气啊，不过啊，你们的想法太简单了。别说这么多没用的，咱们手上都有人质，你把我们同学放了，我也把俺表弟放了。那好，来，现在就把他杀了。啊，大哥，你救我啊！我数三个数，你要不杀他，你就是孬种。三，二，大哥，一。
刚不是受伤了吧？屁事不乌鸦嘴。这怎么了？峰哥没事吧？太严重了。峰哥，你呢？他帮江直树挡了一刀。哎呀，没事儿。我不帮他挡那一下的话，江直树完了吗？他呀。江直树这机器人咋一点感情没有呢？我帮他挡了一下，连声谢谢都不说。你这受伤还废话这么多，赶快去医院呐！对呀、啊，胡哥，你也真猛，用手去接刀。王虎，你是傻子吗？你要是在这儿，看我不削你！哎呀，行行行了，现在你也不用削了，我被人削了，现在可疼了。哎，别碰了，别碰了。前两天病人需要住院，随时家属。我是。你们有人看到我叔叔吗？谢谢你。你别看我这次输了，其实我没啥遗憾。你是不知道我以前啥样，基本上就是属于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空，在学校气老师，回家做老爸。说实话，我刚来的那会儿，我都不知道每天应该干啥。还好有你们这帮人。骗着法找我麻烦，让我每天有点事儿干。还不是你刚来的时候比较欠扁。啥玩意儿啊，要不是我这人性格好，你早就住院了。
别看我这人吧，平时大大咧咧，但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也挺想家的，我也挺孤独的。还好认识你们这些朋友，变着法的每天做傻事儿，我就不孤独。你来了之后，大家每天也都很开心啊。是啊，每天都挺开心的。我爸把我送到这边来，就是想让我尝尝没人罩着我的滋味。可是没想到，我收获了一群我想要照顾的朋友。干嘛弄得这么悲伤啊？走啊，我请客。走啊。没见过哎，你见过吗？没有，没见到啊。怎么没看到他？跑去哪儿啊？峰哥，我正到处找你。找我干嘛？这个，虎哥留下这个，你看一下。张文峰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没有勇气和你告别。虎子，你看一下行李，我去问一下。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梦想，但是高考这个事儿，不能躲在这儿逃避。可能跨过了这道坎儿，我才有去追求梦想的资格。快就到了，臭小子，要不要给我下来啊？想咳一下子。老大，红，我要做第一个打败你。是啊。是那个王虎帮助了我们，谢了。我第一次发现你这么有礼貌啊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竟然把你这样一个固执幼稚的人当成了朋友。咱俩是不是好哥们？那必须是啊。从此之后我就对你负责到底。喂，哎，干嘛？听话啊，喂。十八岁的我是如此的不同，却又如此相同。5500公里的距离隔开了我们的人生，却隔不断我的思念。我思念这里的海风，这里的月光，也思念我们的相遇和我们的黎明。我赵文峰可还是那个最强的男人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别放弃，
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男人。走开、哎、那是你爸，赶紧给我回去给你爸道个歉。不是我爸，你他妈说什么胡话呢？真正的好兄弟就是你做错了我得帮你改过来，我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兄弟替你报仇。从此我会挂念那个身穿白色泡芙的身影，从此我会刻意关注这个城市的一切行为，从此我会爱上所有来自这里的歌声，从此我会假装这个夏天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。你只要有什么想去做你就努力就坚持，兄弟我一定支持你。做兄弟有人支持你。说咱俩来这么一趟，走的时候单帮人走呢，是不是感觉人缘也太不好了？谁让你非得来这一趟，还整个不告而别，因为演偶像剧呢？我是真不适合那种氛围，而且吧，咋的？我这下了好大决心才想走的，我怕他们一留我，我就舍不得走了。成长，不就是每一站都需要离别吗？只是没想到这一站真是场充满回忆的旅程啊。我相信以后我出去了，兄弟们肯定会为我高兴。别矫情了，东北老爷们儿乐呵了。哎，那个是张文峰吗？张文峰，王虎，你这个笨蛋，要走也不好说，到底是不是兄弟呀、啊？大老爷们哭什么？你大老爷们流血这些东西干嘛？还有哭成这样，你自己看看。你都写啥了？给这孩子哭成这样？不是你说，咱俩动情了吗？那你也得控制控制啊！这一看也不是我写的。你下学期真的不回来了吗？是，我想考大学，付了这么长时间，我想自己应该努力一把。你也是吗？嗯，应该吧。这是太不够兄弟，要走也不当面和我说，有公信这算什么？你要嘛就别，只来一学期又要走，当初还不如早点把你赶回去。知道，你们是我兄弟，我也舍不得你们，但是吧，我想我自己努力一把，你
希望你们能支持我。好啊，知道了。既然你是朝好的方向去，我也说过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希望咱们以后都能成为更厉害的人。哎，记得我们的约定。我要成为这里最强的男人，你成为东北最强的，此地能行。指定能行。现在这小东北话学挺溜啊，咋的？想不想来东北闯一闯，让我归拢归拢你？去就去。那你们最近看见工作了吗？没有啊，二十几天都不回。我也没看见。不是吧？好几天了、啊，不会出事了吧？不好搞。对啊，可是真的好久没看了。五哥。哎，五哥，嗨，啊，哇，姐妹们，这我家，给你们看看。哎，妹，别在那躲了，在那躲啥呢？进来看。嗨，给你们一个惊喜，来，出现。哎，东哥，你怎么去东北了？要不你们也来啊，来当东北插班生。